大学假期啱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呢度系大学假期。今日我同大家推介嘅新行程全号系 DH23009。我哋大韩将带你入住五星标准新会碧桂园凤凰酒店，食唔熟唔食，美食点评，正宗古井烧鹅宴，只需要349，两天为食常玩团。陈白沙纪念馆总建筑面积约3800平方米，是一座以保护明代古建筑群为主体的庭院式历史名人纪念馆。香港首街推介新会寻味村。新会寻味村设喺一般钢筋水泥等建筑材料，以鹅为主题，融为方法，大量采用竹柴等植物进行铺装，饱满的园林景观与流动的水体贯穿成个空间。1.5万平方米打造专业稀缺的陈皮交易市场，新会陈皮、陈皮制品、茶以及茶文化用品、工艺品等产业，拥有全球唯一最大的新会陈皮标准储存中心、电子交易平台、技术鉴定中心。987美食街涵盖51风情美食街区、港澳台特色美食街区和大众化美食街区，体现了新会寻味村浓厚的调香文化气息，汇集酒吧、特色咖啡厅、休闲茶馆、DIY 手工坊等潮流消费地，打造五日时尚休闲新天地。古井烧鹅采用南宋宫廷秘方制造，具有皮脆汁美、肉香均甜的特点，深受食客喜爱，已经名扬四海。西江河鲜，因为西江水质靓，鱼都是野生的，做的鱼冇泥腥味，非常之鲜甜浓滑。步入新会五星标准碧桂园凤凰酒店，犹如进入西方宫殿般震撼华丽绝美，布满了各种精美的壁画，让你饱览眼福。酒店大量高级客房和豪华套房，宽敞舒适，装修格调高雅，拥有先进的配套设施，实现美观，配合各类客人的不同需要。酒店娱乐设施有 KTV、棋牌室、健身房、游泳池等，为客人提供尽可能完善的服务。酒店餐厅风格多种，典雅优美，提供中西式住宿餐，让你尽情享受美食，享受酒店温馨服务。好玩、好食、好住，你仲喺度等紧咩？快啲嚟我哋大韩报名啦！电话6284499 2，你仲可以登录www.6284499 2.com 查看更多旅行团，或者关注大韩微信享最新资讯。安装大韩假期 APP， 随时随地报名出发。